然后我们终于搞懂这一片是干嘛，负重的。对，让这一盒增加负重，让你没办法用轻重去判断说这个是谁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宇，我是 AJ。今天难得 AJ 愿意配合我一起拍片，因为今天要开的主题真的是我们两个都很正准备要正式入坑。没错，各位应该有看到我们之前开箱的，对，我们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他怎么玩，重点是网络上完全没有他的教学。有的话也是日本，可能是日文，然后我们看不懂。我们终于在今天 FGO 二周年的活动，他有一个悟饭的摊位，他那里就有现场教学，而且他还送我 FGO 2的那位战斗地图，太多张了。他每过一阵子会更新下一张，先按照特一点更新。嗯，他这样没有给你第一这个，他没给我东部，他说东部式的都是布做的，他说布的已经没了，但是应该我记得他地图是可以网路印的啊，网路上印的，对，所以网路上应该还是印得到东部。那这个的话，等我们玩熟悉，我们之后会拍教学给各位。他那老板真的是买的当下。他就说，那个我们每三盒会送一个那个，就教学跟那个地图，请问一下你要多少？然后老板就说，把蒙古全部给他。你买了几盒？我天哪，一万块就买一万多块，一万多一叠，全部都是。之后再拿来传教。没错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我们 FGO 2的第二弹，当当，这一弹总共买了几弹？二三四五。然后他夏天会出六跟七，而且他会出那种泳装版本的。那我们就来开箱吧，你帮我猜。还是我去拿剪刀，它是有限的。哎，这也是不是不行？我觉得从上面看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从这边我会把它撕坏。我也觉得你会把它撕破。都会割，全部都被你割坏。我们之前有开箱过，就是他每一个角色的技能都是用抽一张的。他说他们会之后就是三张都附在里面。他们意识到自己，他们意识到自己很坑了。没错啊 ，F 就原来是会反省的。他们反省。那接下来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次角色分别有白珍，哎干，这女生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。干你说我忘记了，我不确定她是大姐还是大姐还是二姐，应该是斯特诺吧，我猜。然后纽纽加尔纳，吉尔德莱斯。这次是这五只这样，这一段是数目比较少啊。哦，对啊，是那个。你在研究是大姐还是二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大姐才是斯特诺。所以她是斯特诺还是二姐？她是二姐。是二姐叫什么？她是啥？你不能这样，因为她是三星角就不记得她。没，她比大姐好用，好不好？是没错啦，我已经在开了。不行，我想要。你想要知道是不是？我想要知道她叫什么。干，你还要打关卡？好，我先开。因为我的关卡刚好没打完，等我一下。我是不能先开你。不行。那我先把。啊，对啦，尤瑞艾丽。啊，尤瑞艾丽啊，干，对。她写成日文拼，我真的不太会念。我们来开吧。一人一个，我看到牛啊，这真超他妈好用，对，很好用。怎么说？隐藏的啊？塞巴莉莉是塞巴莉莉，转。然后我们终于搞懂这一片是干嘛，负重的。对，让这一盒增加负重，让你没办法用轻重去判断说这个是谁。这疑点至少半年之久了吧。对，就是这一片到底要干嘛？拿来放卡片吗？拿来垫着好像也很奇怪，就是大小不太对。对，那个真的是谁？我没有，完全没有用东西。他们很厉害的是，他们把大家会喜欢的角色是分布在各代，不会集中在同一代。超机车的，这样子买前面的代数就要在那边啊，抽到我要的角色，不是我要的技能。真的会，他的全名叫什么啊？牛的全名你知道吗？我是问了一个难题。阿斯特利翁应该是吧？你今天在舞台上还呛爹说你也没那么会攻略嘛？好爽啊！干，你真的是他妈真敢！我是人类二，我什么不敢讲。煮好了，隐藏角色，隐藏角色真的很赞，这个就是牛。以这种桌游来说啦，还蛮精细的。你刚刚是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刚看到这一张卡技能是质感，然后他写 two 多肉，我就啊抽两张，抽两张卡，非常直觉，哇，啊、果然是质感，不愧是 C 八莉莉。two 多肉，这个是隐藏角色 C 八莉莉，运气真的很好、第二弹的隐藏角色 C 八莉莉，好可爱。好了，口碑哦。好，我等一下看一下。死给大口嘞！好刺哦，家人，好刺哦！抓起来真的刺刺的。我插进二姐里面了。哦，加尔纳超帅，加尔纳跟二级的部分，加尔纳怎么感觉少了些东西？加尔纳好帅、主要是他的牌后面会有这样子啊，对啦，看起来比较满，对，所以这样看起来会觉得加尔纳好像少了东西。然后尤瑞艾丽的话，他是一体成型啊，他就没有什么配件，他的衣服的皱褶都有做出来，好看。白珍跟吉尔德莱斯，刚好，真的配件蛮多的，而且他的好帅啊。这个不止可以玩可收藏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可以玩可收藏，好 ，OK。来，我给各位看一下甄德跟吉尔的部分。吉尔他妈也太驼背了吧！甄德身上的配件超多，
哎呦，可恶！然后再来是极恶，看不到脸，低的，他头超低的，他超简单的一体成型，怎么了？二指，二指，哎，对，白色的，二指内裤是白色的，应该要弄紫色。男内裤都要检查，非常优秀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开箱的第二弹的 FGO Duel FGO Duel。以上就是我们开箱的 FGO Duel 的影片，希望各位会喜欢。各位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下方的订阅喜欢，然后继续去追踪我们的 FB， 按照我们的粉丝团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他没穿内裤 ，Oh my god， 没有露点，但是没有做内裤，他有把它点做出来也是了不起了。